大家好，很多人问我说，刘谦老师这样子空手一抓就抓住香烟，它到底是怎么变的？好，首先袖子卷起来没问题，自己看。好，变出香烟不可能凭空变出来，肯定需要借助某样东西，比如说，咻，空气中的灰尘抓点，咻，再抓一点。好，灰尘要多抓一点。OK， 把灰尘捏在手上面，自己看，目前还是空的，但是我手指上面有灰尘。好，把它加工一下，加工一下，一二三，咻。是的，你没有看错，没搞错，瞬间就变出一根香烟。很多人说这个模组确实蛮经典的，它到底怎么做的？哎，不会的朋友直接进入教学。好，首先为什么这样？空气中一抓，一二三，咻，瞬间就变出香烟。啊，其实这是一个舞台上面表演的魔术，非常适合在舞台上面表演。观众在你的前面，你准备好这，直接这样手拿出来。那香烟在哪里？好，香烟在这里。但是你从前面看，这样反正你在桌子下面拿出来，别人也是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也可以直接表演，很多表演方法啊，自己发挥一下就可以表演成功。学会的观众，我想动带你们摸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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